我们进行台操作盒的一个安装。首先把这个脚上面的螺丝先给它拆下来，先把这个脚的螺丝先给它拆下来。然后操作盒的安装一定要放在这个面板不锈钢面板的下边。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面板插这个水的下面，由于它这个可以有效的防水。安装好操作盒以后，这个螺丝一定要记得装上。